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这次水基隆的复刻版，来为大家测试一下，用兽队来，按倒轮回去，很习惯的去按。先测试一下高级，用兽队来打。基本上主要是最后一关而已啦，其他应该还好。高级的就看看就算了，觉得无聊可以跳过，看那个超级的。基本上又有那个暗狼可以做三波爆发吧，如果入场 CD 3以上的话，就可以做三次的爆发。顺便测试一下，看70几万我要几回合才能可以 KO 掉。如果 OK 的话 ，Extra 也可以用兽队来打打看。一进场都 ECD， 一次打3000多，先 K 掉一只好了。因为第五关我还要打两只变异机械金鲨，我怕太大力，两只都死掉。有一只还活下来。高级还好，轻松转就好了。所以看到我的转速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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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慢，刚才在散步哎。我又来了，这时候有三只就可以打大力一点，这没什么。基本上我转注是还 OK 啦，就是三到五 combo 而已，没有很多。哎，这样不知道左边那只 K 不 K 得掉？哦，有力道够。没有，我转到一半，我都还有思考的时间。所以如果你们三到如果平均六 combo 的，应该就轻松打，就基本上录这个就是当作纪录片在录了，没什么特别的那个意义。还要特地不消猪嘞，转歪掉了。我的暗狼 CD 二十回合，这个尽量的话，我是不想要被碰到。保持满血我比较好控制。好像太大力了。果然，不过三只除满的时候还好，变异接杀打3922，一点点痛而已。可以看到我的打法都是一只一只打的，就是我把 combo 都断开，没有用群体攻击，这样比较好集你的 CD 啊。好像第五回合了是吧？看是不是同 CD？ 真的同 CD， 同 CD 感觉上是比较不好打一点点。不过我还是会指定其中一只啊，这是关键。
血量23万，五 CD 应该还好啦，可以放弃啊，省一点时间。只是怕两只都被我 K 掉。好像会。啊，太大力了。没打到网还有五回合啦。多集一个一 CD 就可以，因为我想说在这边留一次可以增加 CD， 可是四回合不太需要留了。炸珠清一清，然后顺便 KKK。一下就没弄到了，炸珠没消掉没关系啊，高级的还 OK， 可以轻松一点打。像这个我可能就用全体攻击了。因为两只 CD 打。还好啊，那1000多滴。呦，真的蛮放松的哦。2至5 CD 是不是3以上呢？非常好哦，5 CD 轻松打，轻松打，直接开机打了。珠子怎么那么散？没赚到，没关系。蛮快的，我血量看起来蛮快的。那打高级 extra 应该是还 OK。做失败，不过无所谓。五 CD， 我刚刚花两 CD 嘛，所以三 CD 大概可以打到77万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因为蛇女都还没使用过啊，照这个打法来看，应该超级 extra 啊。哦，有两个阶段，对，第一阶段2至4，这很难说。哦，那 extra 可能要很难说了。等一下，我刚故意看字，哦，没有打到啊。好啦，等一下再来录 extra， 拜拜。